好，我是雅慧。今天要和各位一起练习的是椅子式和下拳的变化式，还有勇士三平衡、鳄鱼式和蛇式的动作组合。在进入课程之前，我先示范一下椅子的变化式。双脚的宽度与髋同宽，膝盖脚尖朝自己的正前方，屈髋屈膝的时候，膝盖维持在踝关节的正上方，好，膝盖不要往前推哦。好，屈髋屈膝，臀部往后，保持挺胸，收腹挺胸，双手拉高，站立起，屈髋屈膝，身体扭转向右。好，注意在扭转往后坐的时候，膝盖不内角，不要外翻啊，脚掌稳稳的踩好，脚尖膝盖朝自己的正前方，保持挺胸，不要驼背，尽量保持挺胸，整个脊椎打直，直接扭转，好，身体不要跟着动哦，好，头往前面顶，脊椎扭转，拉高吸气，扭转向左也是一样，保持挺胸，脊椎打直，往前延伸。拉高吸气 ，two， 起 ，two， 起，还原放松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课程。双脚的宽度与髋同宽，收腹夹臀，肩膀放松。瑜伽砖摆放的位置在两个脚掌的正。